观众，大家好。从前一般人呢，讲求品格，人格的高尚，品行的修养，在社会上，大家都能够尊敬，高风亮节。而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改变了，目标都看着财富、地位、权力，而把品德疏忽。所以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是笑贫不笑娼。那么这种风气几乎在现代许许多多的地区都存在。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社会价值观的差距？有心之士常常存心，怎样改变社会风气？凡是能存这样观念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而实在讲呢，这是一桩很不容易的大事。社会风气的淳朴善良，我们中国在几千年前，古圣先贤是常常把这桩事情放在心上，在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维护这个道统，道统就是善良的风气、淳朴的民俗，都在教育。所以《礼记》《学记》里面就把这句话制定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教学宗旨，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一个问题，我记得我曾经在此地做了一次专题的讲演，内容就是君亲师。这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遇到许许多多的同修在日常谈话当中深深感触，现在儿女不听话儿女不听父母。一些当老师的跟我接触也在吐苦水呀，学生不听话工商业做老板的，我们遇到了现在员工是皇帝，
处处要低头下气求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我们要找他病根之所在呀。我发现到古人所讲的君亲事，我们的问题出在这里。所以古圣先贤的教诲，如果我们不懂，触犯了，社会的病态啊立刻就现前，感应之快，真正是不可思议。那么这些都是属于教育上的大问题。每一个人都知道教育的重要，但是不知道什么叫做教育。我们能够责怪这些人吗？正是佛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先人无知，不足怪也。没人给我们讲嘛，没有人教我们嘛。现在在家里面，老人也不教了，在学校里面老师也不讲了，社会上从来没听说过。古书，因为现在人不读文言文，不要说古书看不懂，古时候的小书都看不懂。现在有几个人能够看得懂《三国演义》啊，《红楼》《水浒》，有几个人能看懂呢？笔记小说里面《阅微草堂笔记》啊，《谏议志》，几个人能看得懂呢？甚至于《聊斋志异》。现在人文字上有障碍啊，那有什么法子？这就是说，古圣先贤呢，与我们是越来越远了，这个麻烦大了。不是古人退后远了，是我们渐渐离开了。他没动啊，我们远离古圣先贤，远离诸佛菩萨，远离诸法实相，这是今天社会所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价值观颠倒了，破碎了。要想恢复，那真是古人所讲的，不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真正我们热心去做，拼命去做，也只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能做得到吗？但是说老实话，不是不能做到，困难比过去要增长千倍万倍，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领导五个学生创办了佛陀教育，那个时候的社会单纯啊，
阻力少啊，容易成就啊。今天社会诱惑的力量比过去增长了千倍万倍，换一句话说，我们要有多高高的智慧，多大的耐力，才能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出来。这个智极就值得敬佩。要套一句佛话来说，那不是凡人。凡人做不出来啊，凡人没有这个毅力啊，凡人没有这个决心啊，凡人没有这个眼光。这真正是大事业大因缘。有心之思，在我们学佛人眼睛里面看起来，佛菩萨再来决定不是凡夫。从哪里做起呢？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从自己做起，不是要求别人，教别人怎么做那是办不到的，收不到效果。一定要从本身做起。本身做好了，自自然然影响你的周边。在我们中国古代历史里面所记载，你看看这个舜王，中国人讲孝道，二十四孝里面第一个是大舜的，那是一个孝养父母真正的典型。至善圆满的好榜样，舜王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个农牧的时代，河里面捕鱼大家都去了，当然年轻的人体力动作比年老的人要强得多啊！鱼群的地区都被年轻人占住了，老年人就是体力差了，年岁大了，捕鱼就相当困难了。舜王见到这个事情，他并没有去劝导这些年轻人，他自己做一个好榜样，找到那些鱼群最少的地方，他到那里去捕鱼。好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呢，让给老人。他这么做，做了两三年，这个所有的年轻人都被他感动了。由此可知，他是身教，不是言教，劝人没有用啊，劝你为什么不做？今天社会上贪财，大家都贪财，你劝人家不要贪财，你为什么要贪财啊？你自己本身要做到。本身做不到，不必说，说的再多，不如做得个一两分，真正能感动人。你也不要求着感动人，你只一直做下去，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自然效果就成就了。欲速则不达了。讲经说法也不是个容易事情。
我在新加坡教学，这是近两年的事情。很久以前，我在讲经的时候，曾经讲过几次，讲经说法的原则，经典里面的文字原理原则是超越时空的，超越时间。经是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的，他讲的道理在当时是真理，3000年后的今天还是真理，不会变更的。这是超越时间的，再过3000年之后，它的原理原则还是不会变的。我们称它做经典啊，永恒不变的，超时间，超空间。那个时候，印度人接受这个道理，改变他的生活，传到中国来，中国人也能接受这个道理，也能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是超越了空间。可是你要掌握到它的原理原则，应用在生活上，一定要懂得现代化与本土化。换一句话说，它的原理原则不变，它这个做法了是要改变的。那个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中国人跟观世音菩萨缘很深，真的是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的经典普门品念的人太多了，经上不是说吗？观音菩萨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化什么身，这就是千变万化，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原理原则不变，形象方式是多变化的，随机应变。所以经典不变，注解就变了。注解是什么？注解是应用。所以我们要会看注释，看到汉朝人的注解，你像《金刚经》，这是在中国这个经典里面知名度最高的。汉朝人的注解就是对汉朝人讲《金刚经》那种讲法，他们听了很有受用啊，得利益了。到唐朝时候，为什么要重新的做注解呢？老的注解为什么不能用呢？唐朝人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思想见解，跟汉朝人不一样，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换一句话说，汉朝人生的那个病跟唐朝人生的病不一样啊。那要是用汉朝那个讲解的方法，解决不了唐人的问题，必须要有新的讲法，唐人才得利益了。那么到宋朝时候，又出了新的注解了。为什么不用唐朝的呢？宋朝人生的病跟唐朝人又不一样，必须要新的讲法才能帮助那个时代的众生。你看经一个字没有改啊，讲法不一样了。这才能得受用啊，
所以一部经呢，有几十种的注解，几百种的注解，道理就在此地。啊，经不变是其理，讲变更是其机。啊，一定要切机切理，才真正得受用。切理不切机，众生得不到受用。啊，切机不切理，那是魔说，不是佛说。啊，那是误导，不是正这个纯正的引导。啊，这是我们读经，特别是讲经，必须要明了的。啊，我们是现代人。啊，现代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像刚才讲的是种种价值观，跟从前人完全不相同了。180度的大转变呢，那佛法在今天还能用得上吗？用得上，决定有用处。但是那个讲法要变更。如果你还用古时候那种注解来讲，现在人当然不能接受。为什么呢？你叫人现代人去做古人，遵守古人那种生活方式，那不叫开倒车吗？哪有这种道理？特别是在外国。我在美国受过多少次啊？东方的法师到美国弘法，100多年来，美国人没有进佛堂来啊！一般人都管，哎呀，美国人没有善根呢、一句话把人家糟蹋透了。哪里是美国人没有善根呢？是我们自己没有善根呢，没有善巧方便呢。不怪责怪自己，就责怪别人。这岂不叫颠倒吗？自己应该要反省，我们的故事在哪里呢？我们在那里建道场，是建中国宫殿式的。那外国人一看，这是外国的文化，美国人看的中国是外国文化了，他怎么能接受？他在那里看看，第二天就不来了。看到里面佛菩萨像，中国人的面孔跟他不是一族。这是我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啊。在讲经说法给他听，讲的都是古人注解，叫他要做中国人，还要做中国古人，你说糟糕不糟糕？那外国人吓跑掉了，还敢来啊？这也是我们在外面传佛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呢。所以多少年前我就在提倡啊，我自己没有福报啊，没有能力建道场啊，真正是现在人讲贫僧呢，我不是富僧啊，我没有大力的护法了，没有。没有能力啊，做事情啊！我劝这有能力的、有福报的法师，你们到外国去建这个道场。道场要建什么形式呢？不要建中国宫殿式的，建白宫的形式，建美国国会的形式，那个样子让美国人一看，哎，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他就容易进去了。佛像要塑美国人的面孔，一看，哎呀，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美国人嘛。观音菩萨是我们美国的美女吧，他就进来了。讲经一定要讲到美国人现代的生活，教他做美国人，做21世纪新美国人，他都进来了。佛法是活活泼泼的，哪里是时代版的了？这就是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因以美国人身得度啊，佛菩萨面孔就现美国的像啊，道场就要见美国的形式，你这才能度得了人啊，
所以佛教要讲求现代化与本土化，原理原则精神永远不变，方法技巧要会变通啊，通权大变的、啊、这是佛法，这是高度智慧高度的艺术啊，哪里是那么时代版的呢、啊、我们自己失败不知道失败的原因，还怪人家没有善根。你说人家冤枉不冤枉？啊，这道理要懂啊。所以我在美国大老师建了个道场，我求佛像就难。啊，到哪里去找一个佛像啊？是美国人面孔的。我只有天天在想啊，想不出来啊。啊，从中国运过去的佛像，从大陆运过去的佛像，都是中国人面孔。啊，但是想呢，这个妄想呢，它也有感应。啊，有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位同修。啊，到现在都不知道。啊，送了我一组西方三圣的油画像，啊，大概有8尺高，啊，画得很庄严。送到佛陀教育基金会，简凤文居士收，啊，他也忘记是什么人。我打开了一看，我很欢喜。啊，当中阿弥陀佛的像啊，印度人，啊，印度人的面孔。皮肤也是这个咖啡色的，印度人的肤色。啊，观音菩萨画的中国人，大势至菩萨画的是美国人，是不错，很难得。啊，当然最理想的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通通画成美国人。啊，他只是把大势至菩萨画成美国人。啊，那么这个一组佛像呢，现在供在美国大老师道场，啊，这才能接引当地的众生啊。这个道场兴旺不兴旺呢，不是华侨进去多少，那没用处的，当地人进去多少，啊，当地每个人都能进入这个道场，这个道场才算是兴旺。所以这个经典的讲解要现代化了，落实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啊，工作里面，以及他生活范围处事待人接物，啊，学了之后通通用得上啊！啊，所学非所用啊，我们学它干什么？啊，浪费精神，浪费时间。那是错误的，学了之后马上就有用处，他学的才高兴，对他生活有帮助，让他的生活过得更幸福更美满，对他的工作有帮助，使他的工作做得更顺利，事业更能够发达，处事待人接物更美满。这是佛法的教育，这是佛法真正的经典啊！这经典有用处啊，没有用处，我们学它干什么？那么现在一般讲经，把经讲死了啊，讲的时候与我们现前生活毫不相关，这种经典我们学它干什么？不要说别人不学，我也不愿意学。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读古人的注解，就好像呢，看这个从前大夫啊治病的那些处方一样，看到这些处方啊，就知道那个人生的是什么病，从这个里面
吸取经验，推陈出新啊。你叫会读注解，会用注解，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它的根本那就是经典。你看这个树年年发新枝，年年开新花，年年结新果啊，去年前年的这个新枝，那就好像我们中国从前啊，清朝、明朝、宋朝、唐朝、汉朝啊，一代一代的啊，我们今天是那个树的顶端啊，现代啊，现在从来，现在是从底下基础一层一层长上来的啊，你连根本以及历代这个弘扬的过程都能够通达明了，你才知道用什么新的方式来教化现前这一代的众生，让现前这一代众生个个欢喜接受啊！啊，人人都能得到真实的利益，这个佛法才有用处，才能够自自然然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佛法最大的障碍在哪里呢？不在别人，在我们出家人身上啊。我们出家人没了解佛法，没有了解经教啊，不懂得古大德著书的深意。连看住都不会看了，啊，看住哪有照抄的道理？照抄那还得了吗？啊，抄的没错，就跟那个治病一样，啊，抄古人这个处方，抄的没错，给人吃，那个人吃死了，吃死了什么？那不能怪我，我这个方子没错。你没有照我这个方子害病啊，哪有这种道理？你要照我的药方害病，我才能治得好你。你害的病没有照我这个药方，那你死了活该。哪有这种大夫呢？现在我们讲经说法，就是这种糊涂大夫不少啊。问题结症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到最后，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我们自己本身去做起，本身对于佛法透彻的了解啊，对于经论著书要真正认识，细心去研究观察现前社会啊，这个社会毛病在哪里？毛病有根由啊，这个根由你要从历史上去观察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它怎么演变到这个地步啊，这是迹象上的一个根源啊，还有体性上的根源，那就更深了啊，牵涉到叙事的业障习气，都要了解，都要明白，你才能跟现代社会开出处方啊，你才能帮助他解决问题。这谈何容易？所以佛教教育确确实实如欧阳大师所说，而为经世所必须。欧阳大师讲在前，汤恩比博士讲在后，
这是英国的大哲学家。我们想到英国现在崇尚佛法，把佛法纳入正规学校教科书，一定是受汤恩比的影响。他曾经在欧洲这个国际会议里面邀请他讲演，他提到的拯救这个世界，特别是指未来21世纪，能够救这个世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这是他宣布的。因为他这个宣布，所以天主教才发动给佛教谈话。这很多年前天主教发动，中国于斌主教提倡祭祖，都是受汤恩比教授的影响。因为这个于斌教授参加这次会议，亲自听他讲演，这是真正有学问的，真正有见识。我们中国人，特别是中国这些出家人，我们对佛法认识的程度，说实在话，远远比不上汤恩比教授。这不如一个外国人呐，值得我们惭愧，值得我们反省。我们自己家里有这么好的东西，不但可以拯救自己的社会国家，可以拯救整个世界，我们自己不识货，把它糟蹋掉了，你说这个多可惜。那么还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针对目前社会的乱象，人心不安，有什么好方法能改善人心向善，促进社会的和乐？这个事情不容易。整个社会的败坏，就像长江黄河缺堤一样，堤防崩溃了很难挽救所以古人非常重视防微杜渐。一旦崩溃了，不可收拾。今天这个堤防是全面崩溃了，大家都在造恶业，以为造作这些恶业，搞贪嗔痴慢，做杀盗淫妄，以为这是正常。这是受社会大众所尊敬的，所赞叹的。拼命在造作，他怎么肯回头呢？你今天跟他讲道德仁义，他听不进去。古圣先贤的教诲，他当然会把他丢到垃圾桶里去。认为这个东西过了时代了，这是封建时代的。这是落伍的东西，应当早就被淘汰掉了。他们这种观念根深蒂固，所以我们想象民国初年
印光大师，那是个有心人，是一个具有高度智慧的人，他对于这个世间人的这个病态看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个毛病的根源。他没有用佛经，也没有用儒家这套东西，实际上印光大师入佛的修养都非常的高深，你看他的文抄，看他的文章，你就知道了。那么他老人家所提倡的是什么？因果报应。这是真实的智慧。用这个方法来挽救这个社会，令一切大众回头，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古圣先贤的话你不听没有关系，因果报应事实摆在你面前，你相信他有，你不相信他还有。善一定有善报，恶一定有恶果，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了凡四训，这不是佛说了凡四训这个小册子里面就是给我们说明因果报应的道理，因果报应的事实。他这个里面有理论，有方法，有真言。真言就是因缘果报的事实，举例出来啊，都是了凡居士亲眼所见的。存心善，做事善，得的是善果；存心不善，做事不善，得的是恶报。一桩一桩举出来给我们看，如果我们明白了，肯定了，你在冷眼旁观现前这个世界，我们周边的这人物，那么你所见所闻呢，你就与因缘果报通通都能合得起来，我们不能不相信了。然后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自然然就收敛了。知道什么呢？我们生命不是一时啊，不是这一生呢，死了一切都完了了，死了一切完了了，那就好办了。而事实上呢，事实上死了就不得了，这是跟你说真话。死了就不得了啊，果报太可怕了。沉着现在一口气还没断呢，真的要忏悔呀！基督教里面所讲的要悔改呀，这个话讲的没错啊，要断恶修善，要积功累德，来生比这一生更殊胜。来生比这一生更美满，这才是个聪明人。
万万不可以把自己多生多劫所修的善根福德在这一生短短数十年当中就享尽了，享尽了没福了，这一生所造作的全是恶啊，那个恶的报啊有的受了，受不尽啊，这才可怕啊。所以印祖也在说明，唯有提倡因果报应才能挽救现在社会风气啊，才能收到啊镜像，比佛法比儒家东西来得还要快速啊！但是如佛治本啊，因果报应可以治标，标本兼治，那这是最好的教学方法。那么这后面也有同学提到，啊，现在的传播媒体，啊，电视广播新闻，啊，这一些，啊，这个杂志啊，这一些从业的人员，对于社会负有什么样的责任，什么样的因果啊，应该如何尽到他们的职责啊，这一些人对整个社会影响最大这社会上几乎是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接触这些媒体，如果能有正确的引导，这些从业人员功德无量无边啊，他们真正是救世主啊，挽救这个社会啊。如果是错误的引导，那造的业也是无量无边果报就不堪设想啊！今天要是积功累德，谁最容易啊？从事于演艺传播媒体的工作人员，他们得到便利啊，他们一个念头可以拯救千千万万人啊，一念善影响千千万万人，一念恶呢也影响千千万万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传播的工具，工具没有过时啊。那么换句话说，运用这些工具的人，在中国古时候国家领导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用什么样方式教化人民呢？啊，也就是用这种方式，音乐歌舞戏剧，这是老少咸宜啊。
种不同的阶层人都欢喜。所以过去娱乐里头啊，它所含的是教育。可以说用娱乐来达到教学的目的，孔老夫子提倡的。孔夫子善诗书，定礼乐，诗经那是当时各国地区的民谣啊。那些歌词孔老夫子把它收集起来，对世道人心有好处的保留，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全面把它淘汰舍弃掉所以收了300多篇呢，这300多篇呢都是对社会正面教化的。对，用这种方式来教化人民啊，孔老夫子第一个提倡的，以后历代的帝王都重视这种事情。所以中国过去这个戏剧舞台上的表演对于社会也产生了很大的教化的功德。它的内容精神4个字，忠孝节义，用戏剧来表演戏剧的故事叫忠叫孝叫节叫义所以那个时候学校不普遍教育不发达，为什么一般老百姓都能够安分守己他从哪里学来的？听音乐唱歌戏剧看戏，从那里学来的。现在的这个传播工具比过去进步太多了，影响更大了在以前唱戏一年难得看几次哪里像现在电视天天摆在家里从早到晚随时你都接触到，那么这个传播内容对社会也这个教育就产生很大的影响过去方东美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教育部有几位官员去访问，那一天我正好在场那个时候我们政府提倡复兴文化运动，这些官员向方老师请教怎样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方老师听了之后沉默了好几分钟，然后告诉他有，大家耳朵都竖下来竖起来听方老师说，第一个，全国的电视关闭，报纸停刊，杂志停刊，广播都关闭掉，这观点不可能啊。方老师说，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固有文化，你谈什么复兴啊？我们细细想想，他讲的有道理啊。那些人又问，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将来美国亡国第一个因素是什么？方先生毫不犹豫答复2个字，电视。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电视。电视里播出的那些画面教美国人叫什么？杀盗淫妄啊，教这个东西天天教暴力那还得了吗？由此可知，这个从事于演艺工作的人员的时候，可以挽救世界，可以毁灭世界要想拯救这个世界，要靠你们大家真正觉悟所传播的内容，
不能不谨慎，啊，不可以以赚钱为目的，要以救世为目的，那你们就是佛菩萨再来了，啊，举世之人就会受你们的大恩大德，啊，别人做不到啊，真的是这个宗教人员做不到啊，讲经说法也做不到啊，你们可以做到。啊，希望大家能够认真体认这一个大事业、大愿。好，谢谢诸位。